拥有三世纪历史的西港庆安宫有着金大庙之称。来到这里，你会看到庙里的木材凿花以及神龛都镀上金光闪闪的金箔。除此之外，这里保有两块道光年间的古匾额，并且在前殿有传统彩绘家陈寿仪所绘制的门神，后殿有知名庙宇画师精雕细琢的雕塑，可谓是中华文化的瑰宝。而且庆安宫还有为人津津乐道的无形文化资产，每三年一度的西港乡，这盛大的庙宇文化至今已迈入200多年的历史，可是台湾第二重要的国定民俗文化资产呢。